跟男生女跟姿势也有关系啊。对，有讲那个姿势问男生要在中男生的几率会比较高。回家半夜2点已经困得要命，对不对？睡一睡还是被抓起来？没有，睡到凌晨4点半的时候，我老婆一声尖叫，以为失火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我怎么是惨叫吧？温度计飙高了，啊！卡起来吼，沙发等等哎，啊！中天娱乐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，真的假的？